早安，我赫马士。我们现在人在东极海域，然后今天做的是台南安平的巨洋号。我们今天是玩 slow， 那今天的目标鱼，听说这个海域应该是有黑大目，然后红干，然后运气好可能会有加拉，就是所谓的真钓。不钓走，然后这艘船比较特别，它是跟日本钓法蛮像哦，它是双面在钓的，不是单面钓。哦，所以控船我在讲，我第一次这样钓，不晓得。Anyway， 等一下。两回。什么回？啊。好几回。他刚刚不是说不加回？上气的人们，好了，看来还是得哥表演一下。然后意志力把鱼拦出来，哎，铁条给我下去。那我扣你几下鱼拥抱。来，你们没有钓，先进去躲。都淋成这样，你还不咬一下？这样够朋友吗？呼！全湿了！哇，搏命演出哎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刚刚一阵狂风暴雨，然后衣服都湿了，要换上新的这一件。好，我们有人开壶了哦，历经了三个小时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睡呀！哎，这次不错，这次体型算好的。这样有信心的吗？没有。好妖，这样还能进？你的同伴还没睡觉呢。好了，全船开舞了，希望全员开养。终于终于哦！中了，中。对，有点体型哦。我们终于要跟我讲一下啊！好，我马上换 HRT 了，马上送。偷脸啊！被他收走了啦！肯定是钓鱼啊！你话，咱都不要收走了。I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。好啊，三位了，三位，破马之获胜，就走了。我的很凹啊，我的很凹啊。哎呀，嘎掉嘎掉，我前导嘎掉，画面感都愣起啊。从哪边帅气引白一个？哎，他嘴巴里面有一只河豚呢。好，这只鱼吃了一只河豚。夸张哇！神奇耶！对啊，已经腐烂了。哎，看到？哎，我刚可以提哦，你刚刚有点个洞，这样可以提啊，多美观啦，来，看一下，狼尾，看一下，历经了三个半小时，好不好 ？Slow jigging 啊，三代，感谢，消暑的机关，吃完马上。开壶，
来一点不一样的。他第一次没咬中，那放下去就咬啊。哦，终于有手酸的感觉。看到黑大木啊！哎，黑大木啊！哎，赞赞赞 ！Thank you。Slow deep， 所以450克。哦，溜很强。James， 现在是几磅？怎么感觉下面很强？还是他双层？快，黑大木是成群的啦，他咋以为？有一就有二。卖爆卖爆，伊森伊森卖个爆啊！伊森，哎，你妈妈妈妈妈妈许了贺啊！三只哦，三只，四只哦，四只，四只啊，哦，哦，五只，好有味啊！噔噔噔噔，黑大木吧，被你整的还是一群的哈、哦！是啊是啊，我印象中玩这个都是一群的。有又中鱼喽！元一还在吗？掉。你的也在嘛？哈。注意啦！鬼头刀也来了，那边有一只鬼头刀。哦，两只鬼头刀。两只啊。哎、欸，船尾了，可以丢快铁。鬼头刀在你前面。缠到了，我们两个好像缠到，缠到了、哦。来来来，你先到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你起来，你先起来，没关系，你就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。好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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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哎，看这，看银幕这。你没有敢起跑啊？搁收着，搁收着，等下。好，你有你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帮我解一下。还有，还有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啊？开开开开，我把它捞回去。哎、欸，有人收我的线哦！ Oh, no. 有人收到我的线。哦，我这只鱼缠了三个人的线，如果还起来来就我的。你的、我的还是我的啦，小只的啦，捞捞捞，小只的小只的。我的5斤多。哎呀，怎么两个铁板？哎，小只的，小只的，小只的。第二只小只黑大木出现。
下面底部有流。注意哦！再不要，要海枪收到了。左边的中鱼了。嘿嘿，水哦，水哦，一层水哦。够了，好，加油。好。哎，来啊！两个最上面的。水水水水水。无吃到，无吃到。喂！哦，钓到鱼，钓到毛皮，真厉害死啊！哦，水啦，一条五抽，一条五抽，五五五，啊，过出去，过出去，六，喂，六只。哇，中六只，再放再放，应该还在下面。多放一点。有补枪吗？要补一枪啦。喂，哇，又七个啦！哎呀，又有又有了，又有又有了。好，抽就好了，抽就好了。啊，传回来。中了啊、哦！船头要中了。有鱼，有鱼，有鱼，赞啊！还可以下吗？可以哦，伊藤，你会玩慢铁吗？来看一下镜头，帅，帅帅帅！走走走，我在嘎啦！哇，直接引拔了！黑的还是红？啊，红的，黑的，黑的，黑的，完了。谁的线？来帮我捞一下他那个，回回转转方向回拉回，当然也是这样麻烦，光是在。比较难用，视角都比较。哎呀。来，我先去走。Sorry。果然运气不错，找到黑大木流水的队。我们刚才全船最多是七八只都有中。小只的，小只的，小只的嘎啦，小只的嘎啦，我可以接受。小只的黑大木我没办法接受。哦，新邮票，新邮票，你把它绑上来啊？对啊，这是怎么绑的？我不想要。哦，新邮票。是哦。哦，这家看来好啊。可以让我再看一下镜头，对吧？哦，这叫什么慢 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呦，放水哦，是哦，遇水则发。小鱼，小鱼，看到没有？下坡中鱼了。放得好，你要帮他放一下水。没有啦，那个重鱼啊。哎，不是黑大木哦。不是黑大木。感觉不像。另外一种啊。会小抖。黑大木。哈哈哈哈哈。是黑的对。
耶、yeah, ，不是黑大木。啊？白白的哦。啊，又是你。我看到他的肚子了啊，可惜。又是你，我的真雕呢？我的真雕，你早去哪位？我刚刚打得很漂亮。咬哎！哎，怎么会？第一次看到河道是鸟小姐。哪里？正前方是哥哥，等级有走了。不咬！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再放，你再放。我小犬也有最爱。好多只哎！我走，走走走，手停，走，手停，好刺激。手在手上，啊，好痛，很痛啊！你小心。这真的是鱼人呐、啊！回去更快吧，四十分钟。别住，我们要回去了，四十分钟就可以回到台南。我们回岸了，回岸上了。James 船长 ，Hello 一下。Hello。哎，船长人蛮幽默的啦。也蛮细心的，今天这个至少跑了应该有跑了三十几个点了吧？哎呀哎呀，就咬矿花花咬，有些点有咬，有些点没咬，哎，然后我个人钓六只了，我钓了四只黑大木啊，一只死斑，还有一只鳗鱼，一只鳗鱼。全船都有中鱼啦，那因为鳗鯖它本身就是比鳍鱼蛮吃流水的，